9号，安徽省。我看羊骨头是吃的，羊骨头。这都没有了，还有点儿。多少钱一斤的？恁斤称的？恁斤称的。多少钱一斤的？20元1斤。好。嗯。哎，没有了，这都没有了，就我这就这点儿，这个都没有了，有烧鸡。我的妈呀，就这点点的。对。咱们三个带了。好，就再帮我们尝尝，看。20元1斤，我们尝。再看看这个。那是。那蹄膀。那蹄膀肉。那个猪头肉怎么卖的？猪头肉20。新院那个的，对新院，啊新院的，我们来个10块钱十几块钱的，收，这个不对，我给你搞个对，对，这块猪头肉不错，这块，好，来了，我前装修，你饭弄好。这把猪肺干这个？对，猪肺。猪肺多少钱呢？猪肺是10块钱一斤。猪肺。哎，它便宜。猪肺不能吃。好。生意那么好，卖完了。不多，这个弄不多。呀，他这是应该一直老丁了，天天锻炼了。啊，这个就羊骨头。哎，对。啊。接着看呢。要呀要，给我们来两个猪头肉。这个好啊，这公嘴。好，公嘴好。这个好，好公嘴好啊。多了嘛，都不吃不了了，吃不了，再缺点。缺点也办。缺点一半跟这边吧，再缺了这。好，我们就来尝尝，你的味道怎么样？这10块钱。好，10块钱好。你干多少年了，老师？我搞餐饮搞大概有30年了。我搞餐饮，我尝尝一点。嗯，做热的要稍微好吃点。哦。嗯，完美就这样，有嚼劲，有嚼劲。嗯。我们家骨头肉嘛，没有嚼劲。嗯。那年年的骨头一点嚼劲都没有了。哎、完美。这个要不要？好，要点。算，我给你挑一下啊。我们挑一下，没有，看看这个。嗯。不错，口感不错。下边吧。不要。多少钱？其他的不要了。我这个我给你捞一下，你看是不是？嗯。这多少钱斤呢？这是论只35一只啊，绝对好吃。哎，要买你尝尝，你尝尝就是，这个无所谓。拿着，你搞只尝尝。好，尝。我给你捡个烂的啊。好。是熏死还是怎么了？他肯定熏死了。不知道，戴手套死了吧？戴手套死你死也管，你自己弄一搞。啊不，戴手套这个手套我舔死。快，更有感觉。对。我问你，你这个猪大肠多少钱斤呢？那个。这个。那是40一斤。嗯，也怪便宜的。南北东西便宜。我们这东西怎么讲呢？哎呦，口感不错。哎，这穿一下羊肉。不用不讲，我烧到这。不要，我来撕这个，马上我要。这个辣椒。哦，最好的。这狗肉可以。嗯，俺俩狗肉汤姆似的。嗯，好，哥们。看一块，我看里面的口水，我咽了多少口了。那你我小金呢？小金家。嗯。我从来没吃这么棒姑娘的吃饭。你恶心不？你给我撞你撞。